world, 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up for life.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be cooking Sunday breakfast.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还没有很习惯，也没有很会打理自己的刘海，所以你看他不听话。Hello, excuse me. 用帽子来遮掩一下。OK, 我现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收行李，因为我今天呢要去澳门。不是之前已经去过澳门很多次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去呢？因为我有台湾的朋友要来香港玩，然后他们安排了一天去澳门，就问我说：“哎，我们有房间了，你要不要起来住？”然后我想说：“好吧。”因为我这次准备带电脑去剪片，所以我打算用后背包。这个是不知道15寸还是16寸，我也忘了。然后每次觉得自己可以，我就把它放在随身的那个袋子里面。然后大概过个半个小时，我就会跟自己说：“你不可以。”在继续修饰行李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开心，然后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要跟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开团购了。我的两集空空场其实都有出现这个头发品牌，叫做 Anilo, 给大家看一眼。像 Anilo, 我先说它几个优点好了。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味道真的很舒服，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玫瑰味的人哦，但是它的玫瑰味调的是一个非常 pleasant, 然后非常舒服，非常 subtle, 比较文青，比较 sophisticated 的感觉，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是我觉得我用过所有玫瑰味的产品里面，我觉得调的味道是我最喜欢的。你用完之后，别人会觉得说：“哎，这女生好像有点香香的，若隐若现那种。”但是你要靠得很近才会闻到一种很舒服的玫瑰味，我真的很喜欢。第二个呢是这个系列，它叫做 Rosy Night Repair 嘛，那所以它的东西其实就是专门for一些受损发质，或者是平常我在做造型的。所以像我平常有时候会夹头发啦，或者是我每个月都会去补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适合日常保养的 set。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其实是这个护发素，它这样看起来是水，对不对？然后你把它上在就是发尾这边，这样浇上去，然后你就这样子手稍微这样捏一捏，你就会发现它那个手会感觉热热的，然后开始有泡泡出来，它就会透过那个热能把那个精华素吃进了头发里面。因为我平常基本上就是天天洗头，所以我用的其实还蛮快的。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好像你用完之后主打隔天就会就是头发可以溜滑梯那种，有点像是你日常慢慢很低调的修护你头发的感觉。总之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嘛，然后刚好品牌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做团购？”我就说好。这次的团购大家可以用我资讯栏里面的专属链接点进去，你们就可以看到团购的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是比平常可能他们在官网上面会做的一些小折扣还要再更多，所以就是折上折的概念。只要买满500块还会再送这个石墨的小发油，小小一个带出去也很方便。因为这次开团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还蛮兴奋的，就很开心。他们其实有其他的头发或是身体的系列，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样是可以用团购价买到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info box 看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去一天，但是我还是可以有这么多行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悲伤的消息，就是我刚走着走着想说啊，我来拍点 footage 吧。我本来想用那台就是小小的相机，但是我忘记了，所以我去澳门就只能用我的手机拍片了。应该画质也不会太差啦，毕竟现在这么进步，对吧？但是我还是开放3秒钟给大家谴责我的金鱼脑。Falling to pieces in my room. You're coming over, that's cool. I could use a little something to do.Go outside, take a little ride if you want to. That's cool. I did what I supposed to. There's nothing.
没关系。没有，我们就要抢它，我们就在抢它。然后你们突然空气突然安静了。吃香港的蛋挞吃太久了，我已经忘记澳门的蛋挞是什么味道。那你上你之前来澳门不会吃吗？真假？阿德鲁觉得很好吃。嗯，我记得台湾曾经有段时间超疯了，有整家店澳门的。哎，我再吃了一次安德鲁，怎样？我觉得不输 Bakehouse。我比较喜欢 Bakehouse， 因为我喜欢它那个饼皮比较有韧性，但这个酥的也是好吃的。怎么样？哦，好吃哦！没有，我只在想说我们怎么会这么幸运。那你就要走向康来的。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就一下。刚刚谢小贝认出来，因为我太巧了。我们现在准备要去赌场赌博啦！你打算赌什么？百家乐，我刚刚学习 了一些要怎么玩百家乐的方式。今晚就靠你了，又不用回台湾了。继赌马之后，到多少什么程度你才会决定不回台湾？就这样收手吗？五百万吧。五百万是什么什么币值？那是港币啊。要不回台湾呢？我刚刚获得了5000块港币，我就要从5000块变成500万。加油啊，加油！我是哇，冲突。好帅！我要喝50兰吗？现在50兰。哦，不用，没关系，台湾人。那你们要是点什么包头还是要点？他们都是刚好用纽约的。酒吧回来之后又喝了一瓶啤酒，我这个酒鬼啊，好醉，我现在有点偏醉。哦，我醉怎么了吗？我不能醉吗？但是我还有一点理智，就是还是会卸妆，希望大家给我鼓掌一下。谢谢谢谢。我们这次的 trip 呢是由四个 P 人所组成的，因为通常呢我去旅行的对象可能都会有一个人是比较偏就计划型，他们会想好说，哎，我想要去哪里玩啊，想要吃什么啊什么的。今天是我们四个一直讨论说好明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结果呢讨论最后就是都没有一个，我们一天只要排到一个 schedule 我们就觉得够了。good， 可以了。有吗？明天我们想好明天要干嘛了。12点 check out，然后去吃一家餐厅，然后附近走走，然后就差不多可以回来回马，准备去码头搭船回香港。哎，你至少还有去赌了钱。但我虽然去赌钱，但我输1000块这样子，就至少没有一些 experience 吧。你也有啊，你买一支迪奥的唇膏。哦，对，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迪奥唇膏，超莫名其妙。而且他包包里面已经有3支唇膏了，迪奥的唇膏。而且一买完，我们走回房间的路上，它就开始擦了。真的很好看，你看。你不是正在卸妆吗？对对对。是不是看不出来？虽然只有一天，但是还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摆出来才比较安全感。This world, it's so unkind. One day you're king, the 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th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这边的双眼皮这么美？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in this world.It's so cruel. You think you won the game and they've gone and changed the rules. But maybe I'm just a fool to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beautiful inside of you and me. 呢个系两份加埋，呢个，同埋一个大肠，大肠一份。How long must I wait?
my tears are gone.这两天来第三次衣服，前天晚上洗了衣服，结果我忘记拿出来晾，它就在洗衣机里面一整天。今天早上我发现我忘记晾衣服之后，我又再洗了一次，结果出门之前呢，我又忘记晾衣服了，所以我这桶衣服已经洗了第三次了。我对不起这个地球， I'm so sorry。 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I got the ring。 对，我有拿到那天的 footage， 可是可能要给我点时间慢慢就是剪。对，就是对，虽然我每天都嚷嚷着说想结婚，但是实际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有一点就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样。我想来吃个热热的甜点。但是3月6号的6:56，准备要抢票。虽然机会很渺茫，但还是要抢抢看。哦，我进来一个了，我进来一个了。我两个都跳进去了，但是又变成一片空白了。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嗯，不可能了。哦哦，从20多万号等到现在，你看这个数字跳这么快，应该就是心里也有数了吧，各位。的时候是20多万人，然后我已经不抱任何期待，被我滑到后面居然还有几个空位，然后我就点了，然后他就让我付钱了，然后我就买到飞了，超赞的。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面买到票，那个兴奋感快乐感是 triple 哎、欸。